吼，你怪什么时机歹啦？你怪什么无行情啦？人客啊，你嘛小甲看卖一下，我甲你介绍的股票，谁那那会屡创历史新高呢？这敢有妄谈的理由？喂，几个月来，我较讲嘛，甲你讲，阳城，起个历史新高，今仔日又搁涨停。哦，你伫讲什么？啊，拉回才要买，哈，人客啊，起60几%去啊呢？自我甲你介绍70块，起到今仔日涨停板117.5块，好啊，你继续甲等拉回啊。看伊要回无？今卖股市甲较早真的不一样啊！迄个号叫强者很强啊，弱者很弱啊！你去单一套的股票，到尾来起敢有分？你讲咧？啊，若落的时阵咧，又搁变变球，吼！你也要堆心肝吼，人去。这支阳城唔是我无通哦。哎、欸，讲几个月啊？人家啊，你甲看卖者，比较看卖，你才知影讲吼，二一老师啊，厉害所在伫倒位啊？来来来，这啊，11月中，3498阳城，来甲会场大放送，刷咧哩，免费甲你持股诊断嘞。叫你爱换股票，拢甲换一支。哎、欸，你是讲我甲你开玩笑哟？这是上市上柜1500-600只的股票，鳄鱼老师甲评估最具有潜力的一支股票，第一名的股票哦，我摕来大放送。人客，11月中，迄当时的价位70块，敢去行？啊，卖你啊！啊，就叫你遐拿股票拢甲换一支啊！人去，咱讲赢10%以上就搁加码，赢10%以上搁加码。甲12月10号，咱有搁做一抓获利了结的动作，迄当时一赢就已经超过50%，迄是几个月来上市上柜涨幅第一名的股票。安尼讲起来，鳄鱼老师评估这支股票，安尼有正确无？我唔是靠运气的哦，人客啊，咱有一个完胜法则。首先，咱来判别一间公司的好歹啊，唔是来只靠运气的啦。你靠运气，来来来来，你买的股票有安尼标无？来，我请教，敢有安尼标？无嘛，对不？需要你。咱讲会阁把它再买回来，为虾米？因为初步你来到演讲会的时阵，鳄鱼老师跟你讲无，比照哪一档股票的股价，哪一档，还会记哩无？结果呢，有没有超越？超越了吼。所以讲，鳄鱼老师第一目标，先甲做一个获利了结的动作，一赚的超过50%。结果你还阁在等解套。所以咱讲还会再买回，隔天讲12月11号拜三再买回，就直攻涨停啊！来来来来，人去，各家安尼再写历史新高。我打几个月啊，逐天在甲你讲阳城，哎、欸，67%去啊俩，去67%嘞。我就跟你讲呗，我跟你介绍的股票会使赚你50%，赚你1倍，你就偏偏要去等解套。我敢有你的法度？我嘛无跟你博欺骗，这就是鳄鱼老师评估上市上柜最可以让你值得投资的一档股票，叫做阳城。迄当时70块，今嘛哩，今仔日搁涨停117.5。我无掠好啦，对不？啊，为什么甲你建议讲买阳城？结果你伫遐等伊拉回，人去，伊敢有要回？伊敢有要回？无要回啊！一路一直甲你气啊！为什么伊会遮好？为什么伊会遮彪？为什么？
市格力都往上。这我讲过吼，咱研判公司的好歹啊，这市格力都够啊啦，我都发到个解破伊啊啦。哦啊，财报是真是假啊？这市格力嘛拢有够啊啦。国家上伊的营收哦要成长，获利进度咧嘛爱成长，所以咧，人客，咱建议股票，为什么甲你建议讲你爱换股票，拢甲换一支阳城？人客，你甲看伊营收，拢是大幅成长，所以咧，伊获利进度咧，今年甲顶年比较，我现在甲算算诶，成长四倍以上，四倍。莫怪啊，人的股票，人伊就是安尼起啊。啊，你建的股票，有像鳄鱼老师安尼，甲你建议的阳城遮厉害无？顶回，吼、哦，你讲啊，无来鳄鱼老师演讲会吼，啊，都唔知鳄鱼老师有上一支股票，对不？啊，我来甲你持股诊断的时阵，嘛拢建议你换一支股票。来，唔通讲我无甲你通知哦。拜六礼拜有赢无？这礼拜来啦，鳄鱼老师要搁大放送啊！哦，12月21号礼拜六，这拢免费投资讲座，我无收你半块银哦，好心做到底。啊，你这脚步就爱甲行我来嘿。拜六早起10点，台南中国生产力中心吼，伫咧台南市大埔街52号，多伫台南女中的正对面哦，这里中国生产力中心。所以拜六下晡3点，高雄松柏大饭店吼，伫咧和平一路219号，吼，甲六合路的交叉路口，大同百货斜对面，吼，这个松柏大饭店，楼顶招楼卡来拢无要紧，厝边招隔壁嘛无要紧，反正免费，我鳄鱼老师袂甲你收任何一块银。所以来礼拜，这嘛拢免费。12月22号礼拜天，早起10点。在我們台中這個福泰橘子商里，在公園路17號跟自由路2段的交叉路口，剛好在公園，在台中公園的正對面，這個福泰橘子商里。再來，禮拜天下晡3點，在台北第一大飯店，在南京東路2段63號跟吉林路的交叉路口。這回呢，鳄鱼老師專門會去抓一支，較屬於低價位哦，啊来大放送，看像阳城安尼，一标的50%无，要赚吼，好好把握感情机会哦。啊，你若要来甲鳄鱼老师这个免费投资讲座会场的投资朋友咧，会记得啦，爱先甲阮预约报名啦。好，即马哦，咱的会场啊，好，才一讲的尔吼，拢需要爆满，需客满。好啊，你若无报名的人吼，你若要来甲会场啊，好。可能你要用徛哦，啊无你都爱等咧厝个一条来哦，吼啊无就徛咧2点外钟哦，所以讲啊，直接吼咱先预约报名一下吼，嘿，我对你较袂失礼啦，啊无迄位吼又搁爆满无位啊，啊人客搁几万几百，哦啊我嘛无多，啊无嘛，互阮助理较好传资料的，虽然是免费，我基本的我研究股市20多年来的精髓，加减嘛送你几张啊，嘿。确实你哦，还搁你研究几百波，到底是真是假，还搁用经验、用金钱去换经验吼，啊，迄废气啦！鳄鱼老师直接甲你讲，白较紧啦，对不？所以讲你若先预约报名哦，保证你有位通啊坐。啊，你若无预约报名的吼，就爱等到鳄鱼老师开讲时间吼，才有开放让你进来哦。哦，啊，开放入来的时阵哦，无保证有位哦，迄搞不好吼是正经爱排排站哦，唔是排排坐哦。哦，所以讲拜托的，若要来会场的投资朋友吼，小甲咱预约报名一下，好不好？哦，来，啊，若讲到阳城后壁一支是啥？宏观电呐、啊，这嘛是大放送呢，11月底大放送，人客吼，正经啊要送，大家送，人客你甲看宏观电涨停板创历史新高啊！咱这个宏观电啊，前阿只有做过一抓，哦，还有获利了结吼，所以后壁哩，咱12月12号再买回
宏观店，所以你到这来，你甲看，吼，再写历史新高。我建的股票就是安尼，不断的再写历史新高。啊，你的股票哩，哦，一直落，一直落，落袂煞安尼啦，啊，落到紧张六六煞，对不？目睭一闭，今年就啊，又搁烦恼讲啊，我今日又搁输偌济钱。你若无甲咱的会员朋友同款，目睭闭紧哦，又搁开始伫输钱啊，才欢喜的，才乐畅的。讲顶年啊，过年包阿孙啊，讲包200，今年拢甲包2000。算咧，年夜饭卖搁伫厝个食，为着食一个年夜饭吼，为透早无闲甲暗，卖啦，卖遐费气啦。哦，大家较快乐过年。哦，来年夜饭，讲来去餐厅，甲食一道3万，咱去都要来钱。但我甲你保养成，你买一张就有啊。迄一张赚了40多块，一张股票赚40多万，哎、欸，不，40000多块，有无？拢有够啊吼！丢命！帅的老翁老母啊，要来佚佗吼，拢乌帮要甲你出咧。即卖日元贬值啊，趁即卖去日本吼，算较会好。老翁老母甲开10万块才回来，都要来钱，乌帮出咧啦！你甲看讲二一老师最近在甲你报的股票，逐支都变变叫，一支红冠店有无？再写历史新高，我无掠好吧？我送你的股票有无？在月底，安尼，起价历史新高，我无对你失礼啊吧？对不？哦，刷嘞，来后边，来，为什么讲买宏观店？嘛是市格率都提升啊，来啊，营收嘞，嘛是大幅成长啊，过来成长率嘞，比顶年成长一半较低呢，好就是好伫遮呗。我会当大声甲你推荐的股票啊，咱实在讲的啊，上市上过1500多只的股票，和二一老师过年了啊。剩无20只股票，会当大声甲你推荐啦。所以呗，咱的得胜率为什么这么高？对企业下半年度加金嘛，你甲看。总结，咱赢38%，输38.9%，得胜率高成，就是安尼来。咱的持股满档，上低就是5只股票，唔免让你过境。这个过程咧，二一老师拢帮你过境好啊。咱5只股票就是满档，若要讲有一支新的股票入来，咱都爱卖掉旧的。啊，咱今仔日咱的持股拢搁续报，多单再续报，因为咱建议的股票哦，今仔日下下叫，你看讲大盘落3点，我甲你建议的股票安尼涨停涨停安尼一直起哩，搁出哩，搁会屡创历史新高，我不是咧哩，是爱你对着脚步呢。人安尼在谈，啊你遮乱谈，安内差济，啊这现买现涨停，低价股的，人去，这起涨点尔，我甲你建议的时阵伫遮，起涨点安尼起来，还不错啦吼，刷你来，为什么要买这支股票？啊，市格率都提升啊，啊来哩，成长性呢，哦，袂歹呢，我建的拢先进型。啊！你建个先做啥物型？我唔知道。你还搁咧默默收，后者啊，搁伫等解套。我著甲你讲过几遍啦，哪怕上看9000，你的股票顶多就少赔个10%，又怎么样？还是赔。我甲你建议的股票，现买现赚，你不要。这个50%，这个1倍。我唔是甲你画虎难哦，即马拢互你看到哦。阳城一起来67%去啊！哦，去干啥？啊，卖咧啊！我迄当时甲你讲过无？第一目标比较哪一档的价？哪一档股票的价格？比较哪一档？第二目标咧，要上看哪里？你若知影讲伊的未来目标价，你都买袂买落啊！你袂袂，你还讲啥？等你拉回才要买进，好啊！你看咱的会员同意无？你看有人杨晨遐投资朋友，看有要同意无？要让伊拉回无？无人要同意啦！你也知影伊好伫对，
对不？我逐支甲你介绍股票啊，唔免让你过境啦。你逐支甲买，逐支甲赚到。来，这张咱买进的，人去，安尼啦，六年半的新高啦。为何我点名的股票，逐支都变变叫？为何原因啊？我就讲呗，我不拿你的幸福开玩笑。我建的是先进型的，市格率都提升，刷咧咧，它的成长性，成长两倍之多。你建的谁做什么型，我唔知呀、啊。我唔知跟你讲，我会当大声跟你推荐的股票，算算的啊，无甲二十支啦。人去，所以讲为什么会当完胜？为什么咱的得胜率会当提高到九成？这下半年度到现在哦，我唔是顶只啊吼，甲你提起来做报告哦。我互你看的是全部。人去，还够，还够一支，来，这支吼，咱嘛讲甲外讲啊，来，联军。为什么二一老师建议会员买哩？东江都拢会涨停，这趣味的代志呢？来来来来，大家来，还好啦，回撤支撑而已，后边蓄势待攻，会过来一届哦，要阁攻起哩哦。来来来，为什么要买联军？市格率都往上，来，阁刷哩，它的成长性将近倍数成长，所以呢，咱建议的股票都是拢升值型的。非常非常的抗跌，所以讲你唔免烦恼啦，较乖较乖，这回莫甲计较哦。嘿，迄回阳城啊，都开始起崩，大家想讲啊，这种时机哪有这好的股票？吼、哦，而且啊，七字头买甲八字头都被卖光光，即卖哩，甲117.5，你无感觉这后悔吗？哦，你甲我讲嘛，要等伊拉回才要买。我就讲过，你去问咱的会员，看有同意无啦？要同意，让伊拉回无？大家嘛唔同意，对不？坐起就起到这型的来啊！人去啊！规个月我逐天就甲你讲扬尘、扬尘、扬尘，啊！你阁真歹信邪呢？唔知以后啊，阁杀了乌白粉。我甲你讲，鱼还袂刷，鱼还袂刷。你若知影伊个目标价，你伫遮买个时阵，你会感觉讲遮俗个。所以呗，有钱做会赚吧？唔是我无通啦，我甲你报个时阵，你着家己吼，用家己个观点去考虑代志，结果呢，耽误着你赚钱个这个机会嘛。卖阁计较啦，即回吼，若拜六礼拜六赢啊，先甲咱预约报名一下啦。这种免费的投资讲座啦，哦，拜六台南中国生产力中心啦，吼，啊，下晡伫高雄这里松柏大饭店啦，哦，啊，来礼拜哩，哦，早起十点吼，伫迄个台中福泰橘子商旅啦，啊，下晡吼，伫台北第一大饭店，老赢哦，厝边就隔壁，楼顶就楼卡，小招同齐来，二老师这回会阁准备一支，较属于偏低价的。哦，这个优势的个股啊，要提来大放送。所以讲，要来的观众朋友，拜托的，先给咱电话预约。万来，你绝对是要用起来哦。迄爆满落去哦，我对你就歹势哦。所以讲预约来讲吼，我保证给你有位坐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啊，若无预约报名的哦，歹势哦。你来二一老师开讲时间吼，再开放进来哦。啊，进来吼，那位堂啊坐吼，都阿弥陀佛。啊，若无位堂啊坐，歹势，你都要用起来。为头徛到尾，哦，所以讲拜托，要来的观众朋友来先行电话预约，我们稍先进广告，稍后马上回来。上林苑。
韵达投顾鳄鱼老师免费投资讲座，要告诉您上看九千，乘胜追击。12月21号星期六上午10点，在台南中国生产力中心；13点在高雄松柏大饭店；12月22号星期天后10点，在台中福泰举止商旅；13点在台北第一大饭店。免费入场，座位有限，请先来电预约。开立即拨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赢爱冲，输爱丢，在这个市场无同情输家的道理。想要赢，都要有赢的撇步。4两拨千斤，不在于小资金，不限于多头或空头，当冲波段双管齐下，赢一价钱，赢一气势，赢一快乐，大家拢来做赢丢。韵达投顾祝你一直赢。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头痛，请用5分钟。别说不可能，过马路就有微秀影城。按个电梯，下楼就是名店街。在海洋中心，别说不可能，2625-8880。吹气听，先用气听5分钟。人客啊，这个戏还未煞，即马蓄势待攻，后壁会搁互你看到挑战今年新高，煞咧，再来一波咧，就是要看到九字头。你讲今日是拜三，联准会要开会，大家拢在等结果啦。整个亚洲盘哦都很闷，你看有我嘛看有，人客，你先甲阮看一下，这叫做日本，大起超过2%，敢讲日本唔知影联准会要开会吗？来，搁甲看咧，韩国咧，起0.45%，再咧你搁甲看讲美国的盘后交易，来下晡2点的时阵，来请甲咧出我咧，道琼。2点的时阵起30点，我鳄鱼老师录音的时间靠近即卖吼，下晡4点的时阵啦，美国的道琼在愈起愈济，人去，啊你讲今仔日咧，啊现在咱台湾就较细汉，有一点开高走低的味道出来，对不？哦，好你加载啦，涨停板的加速比昨昏较济，上市19支，上柜26支，加起来45支，涨37支。哦，涨停板的加速越来越多哦，人客，结果今仔日为什么有开高走低的味道？凶手是啥人？凶手就是台积电呐、啊，落2.5%，跌幅2.41%，那安尼影响咱的加权指数大概25点，你讲安尼影响有大无？真大啦吼、哦！所以讲人客，戏还未煞哦，蓄势待攻哦，蓄势待攻。所以讲，好好把握感情机会啊！拄拄好，咱今仔日吼，台指12月做结算，人去简单啦、啊，咱直接甲你讲结论都。12月今天结算，甲遮来，咱的成绩单8高点，38000块。哦，啊，即摆哩，咱今仔日搁转战第1月，买进点伫遮，目标哩，要甲大啦大啦赚。哦，上起码8500啦，所以讲这回呢，你得把握感情机会哦。哦，啊，迄回咱在讲的，阳城探无着的，宏观店探无着的，拜六礼拜，你若有闲，即卡波绝对爱先打我来，阿姨老师会专门来传一支较低价股的来大放送。哦，要送大家送，要赚大家赚哦。来，拜六，台南中国生产力中心吼。啊，高雄松柏大饭店，哦，啊，礼拜哩，早起吼，台中福泰举止商旅，下晡台北第一大饭店，要来的观众朋友，请先行电话预约，因为咱的座位有限，你若无预约，都要用徛哦，所以讲先行电话预约一下，哦，预祝你操作顺利，谢谢。
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狂犬病，请不要接触、猎捕或饲养野生动物。如果被动物咬伤或抓伤，请务必记住动物的特征，并立刻用清水冲洗、消毒伤口，赶快就医。爱它就要带它去打疫苗，更不要抛弃它哦。预防狂犬病，多点警觉，多点安心。相关疑问，请拨1922防疫专线。人客啊，不相信二一老师的大放送。在月中，顶个月月中，阳城，人去，安尼啦，咱先甲卖掉一撮，需要再买回，哦，人去啊，去甲变变叫，过来，皇冠店嘛是十月底，人去，咱就走过一撮，随后呢，咱搁再买回，嘛是又搁去甲历史新高，人去，这回大放送，爱去时间上，台南高雄，礼拜日台中台北。来到会场，二位老师阁准备一支低价股，来好礼相送，谢谢。运大投顾鳄鱼老师免费投资讲座，要告诉您：上看九千，乘胜追击。12月21号星期六上午10点，在台南中国生产力中心；3点在高雄松柏大饭店；12月22号星期天后10点，在台中福泰举止商旅；3点在台北第一大饭店。免费入场，座位有限，请先来电预约。天利或02-27810909，27810909。赢爱冲，输爱丢，在这个市场，无同情输家的道理。想要赢，都要有赢的撇步。4两拨千斤，不在于小资金，不限于多头或空头，当冲波段，双管齐下。赢一价钱，赢一气势，赢一快乐，大家拢来做赢丢。韵达投顾祝你一直赢，02-27810909，27810909。头痛，请用五分钟。爸爸，欧派亲密窗，专利复合式导块，水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.5倍，有了欧派亲密窗。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，